好，来，同学，看看我们的目次的部分哈。好，同学呢，我们依然是在24元呢，基本上24元呢，就是也不大需要管它名色还是名色为源，大体上都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是你搞清楚啊，那一个是民法，那个是原生法，那个是就是原法原生法，还有它的关系就成了的了。啊，同学，看一下上堂课我们是停在这里了。那我们呢，在上一次的时候啊，是讲色作为名的源，我们有提到前生缘，过后呢又有提到就是这一个有叫前生缘呐，然后呢接着下来就到无所缘呐，好，来无所缘了，有请素月读一读啦。开念你名色法，名色哎，处。不，看看这边，树叶是在这里哦，无所缘哦。我们上一堂课已经完成到这边来的哦。你先看看你目次，注读第16注读说明对吗？你看看你的目录，你就的书是我签。们那天交到那个十六支柱说明完了，对对对，你现啊，在现开在始我这看，个现名在是色。第二无所缘对吗？你看你的。这个也完了，这个也完了啊，是对，吗？美玲，这个无所缘也是完了是吗？这个也是完了，也完了哈，就是我们从这里名色作为名的缘开始对吗？是吗？对，对，好的，来，那我的目录错了啦。好了，有请四月概念哦。概念以名色以两种方式作为名的言，即。所言言语青衣子言，以此所言是颜色等六种，但青衣子言则有三种，即所言青衣子言、无间青衣子言、即自然青衣子言。其中，当所言变得显著时，它本身即成为所言青衣子言。刚灭尽的心与心所作为无间青衣子言，自然青衣子言，这有许多种，贪心所等、性心所等、乐苦个人、食物、气候、住所，这一切内外之物，都能依情况作为上法得的言，亦也是其果报之言。所言言，此言的言法是所言。他使道原生法，取他为目标而升起。此言的六种言法是六所言，取他们任何一个为目标的心与心所是原生法。青衣子言对于三种青衣子言，一所言青衣子言的言法是极为喜或重要的所言，此道是以原生法的名法。极度依靠他的升起与视之他。二、无间青衣子言的言法，即言生法与无间言的相同，只是在语言力稍微有些差别。无间言是导致后生明法，在前生明法灭尽之后即刻升起之力。无间青衣子言。是导致后生法极度依靠前生法的灭尽地升起之力。三、自然清依此言所涉及的层面极广，其言法包括了一切能够在往后有效地使到数以原生法的心与心所升起的过去名色法，例如以前的贪欲能够作为杀生。偷盗、邪淫等失的自然清衣子言，以前的信心能够作为布施、持戒、禅修等失的自然清衣子言，健康作为快乐与精进，生病作为愁苦与怠惰等的自然清衣子言。嗯，好，感谢。来，同学可以先画重点呢，好。
好了，可以 Zoom 举手表态了。好，同学可以高抬贵手，让我们看一下哈。这依然呢，这个名相什么缘不那么重要，倒是我们从它的关系里面呢、学到啊它的内容哦。来，同学看一下这边呢，它的标题啊有提到是概念与名色。以两种方式作为圆呢、所以我们知道它的对象就是明法、色法加上概念呢、明法跟色法我们都知道哈、概念呢在这章后面会特别读到所谓的概念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胆量地哈、因为多数同学上过成佛之道，在大乘不共法的时候，般若波罗蜜特别有一个名词出现，概念其实就是波罗涅提来的。概念哈，我们一般上是叫做施舍啦哈，施舍。然后呢，假施舍，一般上都是这样子用这个词啊，它是通的，或者假名，或者是施舍。来，同学可以写一写啊，prajñāpti 啊，用这个啦哈啊，prajñāpti 哈啊，就是何为prajñāpti 哈三假了。巴利文呢，首先就写下就是波罗涅提，波罗舍提。应该是涅体才对，因为 prajñāpti 嘛，波罗涅体。那么呢，通常讲三假，假实色就是名假、受假跟法假了。那么看一下，人类意识以名法为思考对象，但名法本身虚妄不实，称为假法与假有。为了强调实事本身虚妄不实，就称为假名假实事。看到吗？我们给它个称号我们给它个名字我们什么东西都给它 labeling 那我们 label 之后呢，因为它是虚妄不实的，所以我们称为假名假实事，这样子了OK 这个 ChatGPT 就有点胡说八道了Translate to fake facility，就不大对了，这样好，来，这个就是假实色了我们是非常重视的。一般上为什么叫做实色啊，或者是叫做概念呢？基本上它依然是因缘和啦。那么呢，相对而言通常涅槃就不是概念，就不是众缘和。所以一般上谈这个概念实色本身，就是和这个有关。那么这个概念呢，其实我们佛教也蛮强调概念跟什么哪个运有关，跟想运有关。那么呢，如果概念跟想运有关，就跟定义有关了。那常常定义就是和争吵有关。像现在的以巴战争，如果同学你稍微就是简单去分析。他们在吵什么东西也是定义有关。什么定义呢？就是 one state one nation 还是 one state two nation 巴勒斯坦觉得这个地方我们只是要我们罢了，以色列统统滚蛋，所以他坚持是全部只有我们罢了。以色列认为说 one state 一个巴勒斯坦一个巴勒斯坦国应该要两个 nation， 我们跟你们共住这个就是争议的地方。而这一个牵涉到背后的定义，就是所谓的我们所讲的概念法、实色法来的。这个跟祥运有关，一般上所有的斗争跟和这个有密切关系。那么要解决的话，唯有通过沟通大毗婆沙人很早就记载，他说一般上出家中多数是祥运争执多就是这些定义的问题像我们其实现在也是我曾经到过一个佛教一个地方的佛教他们跟我讲师父，我们这里是母会。你在外面弘法的六个全部从这边跑出来的，为什么呢？开头只有母会，后来有一些讲，怎么只是诵经只是什么只是诵经罢了，没有弘法的一般讲我不行，一定要有弘法。一个说不要弘法，又跑出来了。然后呢，本来这里面的人都是只是念什么助念不收费的。然后有一批说，如果有人捐款，我们应该收费又是定义问题，又再分一批，到最后分到六批了。
再加买一个英文呢，又跑出去了啊！所以呢，佛教一般上分派啊，都是定义的问题，然后已经没得谈啊。不过我是觉得我们没得谈，最多就是两句罢了，讲两句哦，哎呀，OK 了哈，你就离开，你是叛徒啊，最多是这样，我们最多是这样，我们没有动到手，没有流到血，一动到手流到血啊，哦，他就是尾巴这样，他变到是没完没了的了。啊，所以我们最多享运了哈，不喝喝，最多是动口罢了哦。你是叛徒，你离开啊，就这样子罢了哦。过久了啊，因为佛教讲不要记恨，哎，好了，那就忘记了。尾巴这人是忘不了那个恨呢，忘不了恩怨，可以推到3000年前，所以他是没完没了的啊。所以这种啊，在佛教比较少发生，是跟我们的经教啊、思想概念的形成。看到吗？啊，所以这个响应跟概念是密不可分的，这样子哦。好，那么呢，现在我们谈这个概念过后啊，会大幅度去提它了。这个其实应该是心理学比较专长，因为心理学重视沟通，所以对概念的定义啊，他们花很多功夫，所以他们发现很多时候啊，心理的问题啊，就是跟响应很有关系，所以他们比我们会更深入去谈，甚至治疗的部分哦，如何找出不对的概念来，把它淡化掉它。表示说，如果是啊，那个总如果你很多啊句子在头脑，就说 OK 好啊，比如是说 OK 好，OK 好，就是说比如说OK 你要嘛就支持我们巴勒斯坦，你不然的话你就支持以色列，没有中立的啊，这种就是极端哦，他这种就很多一定绝对的。哦，通常仇恨很厉害才出现这种 statement。以色列那边也是啊，他直接批联合国，他说你怎么可以支持这个恐怖分子啊？要么你就支持我们以色列，没有中立；要么你就是支持他们，你就是我们的敌人啊！这都是啊，非常仇恨啊，在他们的出来的 statement 哦，很多那种一定、绝对、黑白，没有灰色，没得商量。包括我们生气，我们也发现我们讲话都很重，是这样的情况的。所以心理学啊，它会在这种东西啊，在我们脑海里面找出，它把它再改掉句子它。所以同学，你要自己反省哦，你有没有很多那种一定、绝对？比如说，你曾经被男人抛弃，你就想所有的男人都是坏人啊，你会有这种 statement 出来的。所以一出来啊，印子烙印在你心里啊，它就深深影响你，你也在教别人。就是这些类似这样的东西哦，啊，这个就跟概念有关。好，来同学，反正现在已经谈到了，你同学，你先稍微想想看，你有没有这种这样的概念？想想看有没有，尝试回忆看哦，有的话你在旁边写出来哦，给我教你们如何改正呢？这种是 connective 法，这治疗法来的没有的话也可以用举手了。其他全部旁听的人是看你们举手了，基本上全部都旁听的嘛。哎呀，全部要么就加持，要么就可能在做别的东西。那么多个，OK，来。啊，美玲两个好，丽云好了，秀艳好了，OK，好啊，差不多好。来，我教你们呢，如果你是有的话哦。比如说你有个概念，你找出，我举个例子是吧？比如说你被人抛弃，说全天下男人都是不好。比如说，哎，你这个东西出来了，当初生气时候出来，然后再打回你脑海去，你可以如何改？你说 OK 哈，你把它纠正，你说哈 OK 哈，就说男人有不好，但也有好的。你这样改一改啊，你的路又开了，你就可以继续谈恋爱了，可以了解吗？他就是这样子来改啊，心理学啊，就这样子来改啊。然后呢，你要催眠自己，因为过往你很生气啊，你下了这个东西之后，是它烙印在心里的。所以呢，很多时候要通过催眠呢，稍微放松，然后过后呢，有意识的把它引导出来，过后把它纠正它啊。这种药啊，这种啊，你禅修很了得，你可能修得很好，但这种东西不改啊，你也是给人感觉你很极端的哦。这种概念呢，极端定义很狭义哦。它其实啊，也跟禅修没有关系。基本上啊，原教主义者哦，他的定义会非常的狭义哦。原教主义哦，原教主义就是说，基本上啊，他们很尝试啊，把当时他们教主的那个年代的东西，把它复苏运用。
那么他尽量去用它哦啊，甚至100%跟回啊2000年前、1000年前的教义啊，这种就比较是原教主义了。那大体上啊，他们定下的时间，他们的定义啊，在时间上还有什么方各方面哦，都会非常在一个框框的。那这个框框一离开哦啊，你就不是我们的人这样啊，他不会拉得很宽。大体上在佛教里面，原始佛教是定义最狭义的，过后呢大乘。到秘密大乘越后面就越宽广了，不过越宽广的定义有时候啊就方便就已经搞不清，有缺点的，两个都有缺点，不会说只有优点没有缺点，两个都有缺点，说到后来啊，哇方便就近都搞混掉了啊。但是如果你定义的太厉害了，只要就近啊，方便一点点都不要，很多东西进不了你的世界，所谓原始的定义啊，而这一个定义也是没完没了的啊，你以它作为定义没完没了，所以这个概念呢、啊。谈的这一些，所以心理学他们呢、啊、把它带进来就谈得很深刻，所以很多的斗争都离不开定义，多数都是保守派跟开放派之间的纠纷哦。所以保守没有最保守，只有更保守啊，开放没有最开放，只有更开放啊。所以呢往开放的方向讲了哈，它会越来越不像话了，越保守的方向越来越去啊，哇会越来越严的啊，这样子哈、哦、啊，通常跟性格有关。同学你问你自己，你觉得你偏保守开放还是一半一半啊？你可以在概念旁边写一写了，这是重要的啊、哦、我们最终是平衡啦，没有说保守好开放好，你应该要平衡才对啊。写好就可以用举手了，问问你自己了哦。嗯，包括不知道也是一个答案来的，有些人是不知道的。OK， 两位好了，三位好了，四位好了，五位好了，啊，同学所谓的平衡呢，有时是可以这样的，在概念上啊。尤其是啊，我们呢，因为这边呢、啊，哎呦，又南传，又北传，又藏传，又开放保守，你又跟那么多老师学，有时候你消化不到的。比如说 ，OK， 比如说你开头看《阿含经》哦，哇，很原始，很好。哦，过你看到、啊，哎呦，这边的法师在台上唱歌的，哎，他就跳舞嘞，那种什么法会来的哦，哇，你会对到这样啊，你会很受不了的，因为你接受不来哦，啊，因为形象上哦。不要说传统保守，至少你对到师父、哦啊、都是很端正讲经这样的、啊、我们不会拿个麦唱歌啊，又大摇大摆，至少你看观我这边师父这边是你觉得哇怎么还会跳来跳去这样，你会接受不来，所以很这种东西很难消化、啊、通常一般上遇到这些、哦、有时候啊、哦、他是这样的、啊、他很多时候啊，如果你们问师父啊，哎，师父你对这个怎么看法、哦、很多时候啊，我们批判啊、哦、其实我们不批判的原因是因为啊，我们批判呢、啊、也不见得对实际情况有帮助。它原因是因为啊，第一他不是我的徒弟，第二呢我也管制不到别人，然后这种方便只有更方便，没有最方便，我们也不知道人家这个方便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人家这样子做啊、哦、他这样啊，他的信徒也支持他，那我们呢在批判，我们在生气，可是人家也是唱得很爽，那人家在 fundraising 也 fundraising 很成功、啊、他的护持他的人也很高兴，你明白吗？很多时候啊，你去批判这些啊，你自己生气罢了的，于事无补的，因为他们的本来啊也不是唱给你听的，只是因为现在啊网络的问题啊，人家转给你看罢了。可以了解吗？哦，他有他的因缘的，所以我们一般上我们不管的哦，这些啊，我就弘好我的法，哎呀，我光是面对你们就够了哈、哦、啊，你们人越上越少，我也没有办法把你们带回来，我面对这个问题就够了的了，对不对先？哦，所以这一般我们不理的啊、哦，这种东西，我要开更多的课，我是忙我的部分这样罢了，所以我们呢不太要去看这些，是你们问到我们啊，师父怎么样？这个法在跳舞嘞，他在法会怎么样？可以接受吗？我接受不来嘞，哎呦，我们要去解释。是了，这样啊，所以有时候啊，这种东西是见怪不怪的，方便呢是没完没了啊。不过有时候我们思维上啊，你越 moderate 越好，不容易生气。你越 considerate， 我们讲啊，你就不容易生气啊。但是啊，我应该是不会去看这些唱歌跳舞的法师，应该不会了。有是什么那个票我给秀燕去看，嗯，秀燕坐前排，很大声，知道吗？啊。可能我们是这样，我们行为是这样，就是我们思维啊，哈，我们是不要让自己掉到那个沉沉去啊。不过行动上是不去做去支持了的了，你了解吗？哦，所以说对教界我们是这样的啊，法
反应是这样哦，啊，所以呢，这个定义东西哦，要很小心，一旦呢你跑去一边呢，你很容易生气的，会有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很留意，尤其是他说，哎，我是黑白分明，他其实的黑白分明啊，也同时可能告诉你啊，我其实是很喜欢找茬的，你留意看对不对？讲啊，哎，我黑白分明，他其实他是个就是喜欢找茬的人，他是很容易跟身心相应，我们是很避免让自己掉入一个状况去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啊，我们思维上啊，尽量给他灰色地带啊，但是行为上、行动上，我们未必会去支持，所以同学也可以有这样的方式，因为啊，我们现在网络年代更厉害啊，这种东西啊，太过容易啊，给你遇到，本来很多东西都。不给你看的，跟你无关，但偏偏他就给你碰上了哦。所以你有烦恼，有时候是你，就说你本身要懂得去如何去消化它，如何去应对它。所以这些全部回到去概念有关系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啊，哦，而这些东西啊，处理不好很多啊，过啊，它带来种种的情绪啊，忧伤啊，失望啊，悲愤啊，那些全部是真实的。啊，概念不真实，但是引来的情绪全部是真实的哦。所以呢，你的失望啊，你的这种创伤哦，是从这种情绪而来，都阿毗达摩的不善心所而来。概念不伤害到你，是你的心所伤害到你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来大概这样理解了，因为刚好发生事情，进来交接友嘛哈。如果你有看 Facebook 啦，进来多讨论，就是有啊那种青云亭啊那些比较金蝉法师。他们有跳舞了，然后过后很像跳舞了哈，哇，是很难顶啊，看到那些人哦，然后过后呢就进了尾巴站着，这全部都跟概念有关系啊。那么同学有时候是少见多怪哈，你多看呐哈，像大爆红他们不跳什么金刚舞啊，你看过你就不觉得奇怪了的了，有时是大，有时少见多怪了哈啊这样子了啊。那么呢，有时候就是就我讲的啦哈，人家也不是跳给你看，是那么巧你自己看到了这样子哈。这样，好，来，过我们再看一看啊。好啊，这个概念法已经完成了，定义已经谈了。来，我们看一看里面的内容哦。他讲啊，当所缘呢变得显著时啊，它本身即是成为所缘清一子缘，看到吗？所缘显著啊，同学，这个所缘显著是重要的啊，就是一般上啊，吼啊，像很多时候所缘显不显著啊，去安波你很清楚的。哦，你感觉哎很清楚呼吸，有人讲哟，好像有像美啊，就是不显著了。那所缘呢，显著不显著，对它撞击很重要哦。看得很清楚，哎，看得很清楚，这个就是所缘显著了哦。那如果光线不够，哎，是有是没有这样啊？绳子啊，就有点像看到是蛇这样哦啊，像我这边进过贼呀，哦，进贼之后啊，没多久啊，哎呦，真的有创伤症，老师啊会怀疑呀，哦。一点风吹草动，明明是个风啊，把那个门关掉，想，哎呀，有贼进来呀、啊！啊，这些东西啊，就是所缘，它也含糊，然后过我们呢、啊、过去的那种被它吓到啊，哦，它就影响到我们的判断了，这样子哈、哦、，OK 哈、哦、啊，所以呢，这个啊哈、哦，被吓了之后啊，要段时间来康复，所以那些啊，自小啊到大家暴长大，不可思议，所以啊，这些小孩啊，巴勒斯坦以色列小孩啊，已经超过很多两边的小孩。都已经有 PTSD 了，什么伤后创伤群全部都中了哦啊，所以同学如果你要捐款可以捐哦，那种 UNICEF 啊、World Food Program 啊、UNRWA 全部你欢迎你捐，这几个团体都是要进去里边赈灾，都是他们在做着，也死了好二三十个这些这样的 United Nation 的人呢、啊，哦啊，所以这时候啊，是你发起悲心啊，捐助的时候哦 ，Welfare Program、UNRWA 啊，还有就是Doctor Without Border 啊，这些放心去捐哦啊，下面要找他著名的，就是直接进灾区加沙地带的哦啊，他们不分的啊，就是两边的难民都捐啊，这都捐助了哦啊，都赈灾的哦，儿童啊什么啊，妇孺之类为主了。这些都是哈、哦，大家给菩萨道的机会了。好，来，给我们再看一下哈，那所以它变成显著。来，我们看一下，他这边他讲啊，他说全部啊，自然清净子缘还有很多东西哦哈。你看呢，他讲啊，灭尽的心与心所作为无间清净子缘，刚灭掉的哦。所以其实我们啊，真正来讲啊，这种啊。
圆的哈，都失去到心跟心所。但你是太细了，我们用不到这案例，所以我们案例啊用啊哈，不完全符合它，但是我们需要通过啊，不完全符合它的案例的情况来学习了。好，好来看到吗？好，OK，给我打这边都有讲哦。自然经营资源还有哪一些哦？他说贪心所啊，信心所，巴拉巴拉巴拉这些。来，我们看一下，首先什么叫所缘缘？他说。缘法是所缘，同学你们等一下啊。好，来，同学看一下，他讲了哈，缘法是所缘，OK 哈，就是啊，外面的东西是缘法来的哈，他使得缘生法，取它为目标而升起。哦，蛮容易了解所缘缘啊，所以啊，我们讲啊，哈啊缘啊，所以最简单的案例啊，就是哦，比如说，OK，我们看到以巴战争，那么呢，这一个呢就是缘法来的哦，然后呢，我的悲心升起了啊，所以我们就会说，哦，以巴战争的悲惨呐，是我的悲心的所缘缘啊，我们就这样子造句了，可以了解吗？好啊，就以这样子来方法来造句，这就是所缘缘了哈。不过啊，你们会不会觉得啊，这样子讲太过复杂了？人家听了啊，所缘缘要去查，又会被查得到。你直接讲啊，以巴战争啊，很可怜呐，我觉得很可怜他，是不是很好懂，对不对？所以阿弥陀骂原因是他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归类好啊，哦，那么把他情况注明啊，这都是比较专业性的沟通。所以对不对哈？哎呀，要你啊用 pharmacist 啊那种术语跟我们讲啊，也不容易讲的哈。但是它必须要有术语哦，专业性嘛哦。它有些东西通俗不到的，阿毗达摩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形啦。好，来你们造句一下，你会造这个句，你会造句表示你会用哦。像刚刚我造句说用所缘缘来造句，你想想看。OK 哈，或者是说，我看到冰淇淋，我很高兴，我升起贪心，那么冰淇淋就是我的贪欲心的所缘缘啊，这样子咯，来试试看啊，可以用眼耳鼻舌身来造句，造好了就可以 Zoom 举手了，看看你会不会，这个是小学一年级才造句的哦。好了吗？所缘缘，好了，可以这么举手了啊。虽然你的表情好像啊，读比读中文还难，因为以前的国语和华语哦，要造句嘛，哎呀，阿弥陀佛造句还难过华语。来，注意啊，你的造句是什么？就今天早上我有喝麦乐，然后所以我闻到麦乐的香，感觉到它的温度，然后什有么触是？到它的就是液体，所以我什觉么得这是？些都是我的所缘缘。哦，这样啊，所以放在最后面，不是放在最前面了。OK 好啊，就它是你的所缘。对了，就是这样了。好，OK 好，所以它不难，就是说那个东西是你的所缘缘，所以所缘本身是所缘。然后呢，你的缘它是缘法来的哦。然后过后呢，让你的心跟心所升起，就这样子罢了哦。不难哈，好，同学可以高抬贵手。来，我们开始进去更多的更密切的一些条件。来，我们看一下，一个是所缘，近义子缘。那他讲了，何为缘法？缘法是极可喜、极重要的。然后过往那个明法就开始升起了。好，我们举个案例哈，就刚刚卓一的就案例，卓一脉络是你的 favorite，对不对？是吗？是嘛？那如果是的话，我们讲更等一个，就是说，OK，脉络啊，是卓一的所缘，清一子缘，因为呢，脉络啊，
对他来是让他即可喜，极重要，真的那么重要吗？哈，注意，要很重要才是叫所谓敬畏之愿哦啊。然后过到原生法的民法什么啊？就贪欲心就升起了，看到吗呢？极度依靠他升起，是指他哦。用这个所缘境直接来，你的案例好像有点严重了。OK，不过对于啊念佛的人呢、啊，我觉得就有这个状态啊。不过我是觉得哈、哦，对于小孩啊，哈、哦，妈妈哈、哦、啊，他有这个状态，好、哦、啊，这个脉络应该还不到所缘境之源。不过孩子对母亲啊，哈、哦，就有这一个，就孩子是缘法，他对妈妈是极重要，而且极可喜跟重要的所缘。过了妈妈的慈心啊，哈、哦、啊，就依靠他。升起而示之他啊，同学，这个比较好的案例就是缘法和、哦、是孩子啦，是宝宝啦，同学啊，缘法是宝宝，那明法是母爱啊，这个比较贴切了哦，因为看得出哦，既重要极可喜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啊，所以呢这种这样啊，在我们日常生活案例还蛮多，因为这边它有标明是极可喜了。所以变道啊，我们必须要以可喜比较正面，还有你觉得很重要的。那么对于念佛法门的人呢，尤其是西方净土阿弥陀佛哦，啊，阿弥陀佛是他们的原法了。为什么呢？他让他们的信心极度依靠他升起。所以就这个缘故啊，这一个阿弥陀佛是不能够被否定的，因为他是对他们极重要，他极可喜啊，然后呢，极度依靠他升起，看到吗？所以呢，这个东西一被否定就会很厉害啊，跟就是现在以巴战争一样啦啊，基本上啊，他们被否定什么是国土上被否定，国土当然对我们很重要嘛，对不对？所以他们的纠纷是在于很多人去采访以色列说，你们霸占了别人的国土，他一定跳起来的，因为这个国土是很重要。他说圣经讲3000年前我们是住这边的。所以我们要留下来，看到吧？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对他很重要。这边是不极可惜，但是重要，所以他是自然情与资源。所以啊，他们那个信心啊很强烈。现在你们有看到，两边都打仗嘛，对不对？啊，Jihad 他们是圣战，巴勒斯坦人是圣战的缘故啊，哈，就全部回来打仗。然后以色列那边呢，就什么，他们是爱国的缘故，复国主义。所以同学啊，可想而知，说复国主义这些都是心所来的。哦，我爱我的国家。我必须要成立我的国家，我要救我的国家，或者巴勒斯坦讲，我要我们要维护我们的国土，这全部是心所来的。它的原法是什么？原法啊，如果巴勒斯坦你国土的话，它原法就国土来的啊。然后呢，对他们来讲啊，哈，就是整个民族啊，哈，就是他们的原法了。同学看到吗？哦，所以呢，这个所缘清一子缘呢，可以用在啊这两者身上，因为他们可以啊，为了这个没有命。是重要的所缘，看到吗？哦，这个缘法哦，他们不可以失去这个缘法，因为对他们太重要。他们可以呀、啊，为了他死掉。所以呢，所缘清一子缘呢，哦，可以目前最好啊，来形容啊，以巴两者之间呢、啊、产生的爱恨情仇，就是因为他们有强烈的所缘清一子缘。所以呢，这一边呢，哦，它可以是国土了啊，巴勒斯坦应该是国土了哈。哦，所以缘法这一边呢，哈，它不可喜，但是它很重要了，哈。所以呢，对目前的状态，哈，如果是乙的话，就是国土了，他们是国土的重要。那么呢，如果是对于这乙巴都一样啊，都是国土的关系，作为他们的所缘清一子缘了。那因此他们呢，就是要维护他爱那个民法，哈，就是维护他的民法。萨比达玛来讲啊，它是蛮复杂，它有善不善行混杂起来的哦，就是强烈升起，就是为了这是我的国家的关系哦，其实这个啊，哎呀，应该怎么来讲？我要看过采访啊，就是哇，你们知道吗？他们呢，不管是巴勒斯坦或者是两边都好，应该是以色列比较先进，所以哈马斯一打那个导弹来是他们会有声音的，一有声音是15秒了。以色列人一定要躲起来，没躲起来可能就没有命了的了，因为在附近一带经常是这样的，15秒躲起来，所以他们一这样子打，他们就马上要么就伏在地上，要么就马上躲起。如果是巴勒斯坦就什么都没，他们没有很好的防导系统，他们这边有，他们应我之后，对不对？对面那个导弹来哈，他就有办法，这里一个导弹把它打掉它这样，
啊，所以它比较先进，但打不掉的话，树苗没有躲到是你就完蛋。过有人反问嘛，他说："哎呀，你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你还留着？你不要离开嘛？"你猜他怎么回答？丽云，你猜他怎么回答？啊，丽云，我也不知道哎，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说："这是我的家来的。"这代表什么？就代表你就欠揍了、欠打了，跟家暴一模一样。很多时候家暴些女性啊，只要一动手啊，我们就讲你应该要走了的了。否则我们夫妻是劝都不劝你，一动手就叫你走。但很多女性说："我走不了，我爱他。"那你就欠揍了，对不对？一样的道理来的嘛。哦，你走不了你就欠打欠揍哦。所以啊，他们啊，全部啊都是欠打欠揍，他们那种语言啊，哇！太过爱恨纠缠太厉害了，其实可以走的，可以走的。我知道，后来我有去看一些影视著作哦，他们哎呦那种情感，我们也难以理解。他有一些是可以移民的，所以很多移民到外面了哦，他就没有事了的了。这个地方是太过多哦，就是这种这样子纠纷的地方这样啊，所以同学啊要留意哦，以后你身边有人有家暴啊，你叫他走。你要劝他，找出他的缘故，不然的话他会劝，就是劝，欠打欠揍了的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所缘精一子缘呢，哦，这样好。好，过后我们再看无间精一子，他加多个无间就是没有差别的，看到吗？看到吗？他讲就是无间缘，我们知道吗？前面灭，后面马上升起。哦，这个一定要心心所在和讲解啦，哦，所以呢，如果是 example 来讲的话，两个都差不多了。如果我们举刚刚的案例哦，也是无间精因子缘，因为它也是很密切哦，就升起了的了哈，哦。对于这个国土，你马上就爱你的国土，它是自戒的哦，它是蛮自戒，可能还有别的缘哦，所以加多个无间呢，要用心跟心所哦，比较贴切这样子哦，啊，所以呢，这两个来讲啊。要用在日常生活上的案例啊，所缘精一子缘比较可以用得到啊，无间精一子缘就比较难用得到了啊，这样子哈。好，来过呢，记得无间精一子缘，它后面也是一样，看到吗？啊，极度依赖前面灭掉而升起，很依赖前面灭，后面就升起，很依赖前面那一个哈。那么呢，它是没有空间的，看到吗？呢啊，塑形灭掉，马上塑形升起。是没有空间哈啊，这个无间呢，在佛教里面还有很多案例啊，说明啊哈是没有间断的。圣勇，你刚好进来就问你了，还有什么案例是用无间的？在佛教里面，佛教很喜欢用无间的，包括啊北传啊、藏传啊，无间地狱。对了，你看你想到就是无间地狱，没有别的东西，对不对？应该是代表来的哈，无间就无间地狱哈 ，OK 哈，没有人想到无间缘的哈，哎，我们要洗洗脑，以后人家讲无间哦，还有无间精一子缘，不要一天到晚的无间地狱，那是最恐怖的地方哈，啊，所以呢，他的痛苦是没有间断，所以就无间哈。好，来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别的缘呢，其实下面这个啊，我是我最喜欢的啊，因为啊，同学你看自然精一子缘他说什么哈，他讲啊。包括一切啊，在往后有效，使到术语原生法的心以心所的过去名色法哦，听来很复杂，对不对？同学看案例就容易了。同学，你以前的贪欲啊，可以作为杀生、偷盗、邪淫等事的自然精一子缘啊。那现在他们尾巴就很好了，就是以前的嗔恨可以作为现在的杀生的自然精一子缘。你就很好记了的了啊！以前的杀生哦，他们的以前的杀生呢，推到无止境了。他们已经打仗打了打了几十年了，他们的，所以他的这个自然精英子源啊，不断呐、啊、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生。所以呢，每一次的打仗啊，要算旧账啊，就算前面去。所以同学，这个你可以用个最好记的词，就是算旧账。其实啊，不可以算旧账，在辅导心理学里面他讲啊。最好的良好关系就是不算旧账，一算了就账没完没了的了。他们就是不断的算旧账，哦啊，就是啊，他打我，哎，他以前打过我，然后呢，为什么你打他，他因为以前打过我嘞，没完没了，
对不对？而且又杀到人呢，又虐待在里面，哦，这个是没完没了的了啊！因此啊，这个就是造成的啊。不过这一些啊，通常啊，目前呢、啊，如果谈心理学里面呢、家暴这些，全部都是自然经济资源啊。所以呢，小小啊，他被虐待啊，小小的心灵创伤，他大了之后啊，就会重新虐待回人了。所以以往啊的仇恨呢、啊，以往的都不善心。都会构成精神，他重新会虐待人的自然情谊资源不过呢，一样有正面的啦所以孩子啊，小小啊，在爱的环境长大的话，他大了啊，他更有同情心，他更可以不失直接跟禅修所以呢，尤其这个以前的信心啊，都是我们问的你是怎么学佛的？通常我们是这样来问，这就是以前的信心。像以前术业有讲啊，我家里啊有小孩子病了啊，我跑去佛教里面问，问好了我就开始学佛多数是这样所以呢，不管你参加慈济啊，做慈善，或者因为好奇心学佛，或者是因为啊得到帮助而学佛，等等等等，这全部都是以前的信心啊，以前的欢喜等等之类，而造成你现在可以学佛，所以它中间可以跨很长时间的。所以经济资源看到吗？这个以前可不可以跨市啊？要看，应该是下面有提到跨市，这个还没有跨市啊，是以前的影响到现在然后这个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然后这边他说，健康作为快乐跟精进的自然轻易资源所以我们呢经常会说当一个人呢不精进跟不快乐他可能就不健康了，所以我们会这样子讲。不过有时候啊，同学，我们也会把这个自然经济资源呢、当作是果报就是我们有等流因、等流果跟一熟因、一熟果。有时我们呢、会把这个当作是一熟果来去做说明，就说同学你有贪欲心，如果一熟果的话要跨世的，那么呢你有贪欲对不对？你死的时候这个贪欲那么到了来世。他没有结成你的那个令生业，但他埋伏在心里。那么你在今生呢，你有杀生的话，那是前世杀生的那个嗔心的果来的所以呢，意思就是讲比如说舍利子的舍利弗就是目犍连的 example 就是嘛，目犍连呢，他今生呢，他被人打死嘛头打碎到完。那么阿毗达摩的 commentary 说，他540之前呢、他密谋跟太太跟他的密谋杀害他的爸爸妈妈，所以这一个是嗔心来的，不过他也被怂恿了所以这一个就是嗔心所，这一个嗔心所隔了540之后。让他今生被打死掉，所以这一个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他的因就是因为他谋害他的妈妈他的爸爸妈妈，那么他的果报就会成为他被人杀掉，被人打碎那个头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这两个当作是种一个因一个果，那这种因果跨那么远通常是属于一手来的。我们称之为一熟来的，不叫等流，是一熟来的。但是这边呢，也给到我们个名称呢，这一些也可以称为什么？就是自然经济资源。所以呢，自然经济资源呢，跟这个一熟果报它有重叠，它有重叠，这样子那当然呢，但是这个杀生的业它有一些是来世受报，也有是今生受报。所以我们有些讲这个人心肠不好你看他现在有报应了。我们会这样子讲，是这些这样的讲法或者说这个人是很好乐善施的嘞，你看他现在果报很好嘞，他子孙满堂嘞，又很有钱嘞，好像这些之类对不对，也是自然轻易资源，把他这些果报，因为有一些是今生受报的，所以呢这个自然轻易资源呢，同学，和因果有重叠你们记得你们觉得你们对别人讲，秀妍，你要对你的老公讲自然轻易资源来教育他，还是讲因果比较好？因果比较容易这个太复杂了自然轻易资源就会抛书包给你一个自然轻易资源，查了这人才跟我聊所以它其实两个是重叠的不过自然轻易资源很少用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原来一件事情做了，它果报有些今生受。就是说，比如说你帮了人你帮了人，今生收，有些是近未来即收，有些是来世才收。因此这些我们的因果就有所谓的等流因、等流果，然后一熟因、一熟果，原因就是这样了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来专有名词，我给大家写一写可能同学有些抹杀啥，对不对？来是这样的，
OK 哈，我就现在找给大家了哈。刚刚我讲的东西哈，比如说等流音哈，等流音是这样写的啊，等流果。OK，那看这个嘛，那你看到吗？从同音等同的字音流出之果，就等流果了。同学可以写写了，因果很相符合的，哦，这样子哈。啊，所以我们经常讲啊，哦，那下面有举嘛，哦，你杀生啊，过你有堕地狱啊。都是这样子，叫等流因、等流果啦，哦，等流啊，梵文叫做哦，nishanta pala 哦，nishanta pala 哦，等流啦，哦，这个很多本身它叫 taka 都是这类型的等流果来的哦，今生啊，提婆达多害了释迦牟尼佛，然后呢，大概他们前世的时候啊，他们是同一只鸟来的，一个那个鸟有两个头的这样子啊，这种纠葛啊，全部又谈到过去前几世哦，所以呢，都是讲 taka 里面的推论呢，都是这种等流因果了。那另外一种嘛，就是叫一熟因一熟果啦。同学看一下哈，一熟因一熟果啦。一熟果是第一时间上有变化的，这个是对啦。过呢，造业跟果报不会同个时间，所以阿毗达玛很多时候一熟啊是跨世的，那这个时间上不同，所以叫一熟啦。那么时间上不同，那么呢，它的内容肯定也会有点不同。通常，不，我们也是有这样子讲法，就是说哦，你杀生的，那么呢，跨时间之后，你的果报就堕第二鬼出生啊。我们的一熟啊，哈，有跨到世啊。这一点呢，我开始写了哈，我觉得它维系上还是有点问题，就是在解读方面了哈。它一熟是时间上。但是它的性质啊，杀生依然是堕地狱。那么刚刚我举那个案例啊，就是所谓的等流，对不对？等流啊，就是说，哎，给你杀生过后呢，你在今生时候可能你会生一场大病这样。那么呢，这个杀生本身啊，这个嗔恨心是埋下个种子，让你在今生啊某一天的时候呢，爆发，你就复仇，类似是这样哦。所以呢，这个这样情况的等流啊，它可以有就是啊，有这样子的情况，而且我还是有点不大满意哦。我觉得这两个概念上啊，它有重叠，然后呢，它的不同啊，我还是讲的不够好。一下先啊，我先查证一下先哈。等流啊，看一下先，这里有了等流果分两种，作等流果、受等流果。造作等流啊，造作等流指前世的业习，等到今生的，也有带到过去世来我的哦。一下我看看那些。看一下，OK，等流啊，这个等流因、等流果，一熟因、一熟果，大毗婆沙论有记载哦。OK 啊，造作等流了哈，前世到今生，OK，那前世喜欢杀生，今生也杀生，看到吗呢？杀生跟杀生有点像我们讲啊，前世别人捅你一刀，今生我捅了你一刀，都捅一刀啊，是跟等流有关。OK，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哈，等流哈。领受等流啊，哈，相应所造十业十三业各自相应是受等流果。这边他没有举到案例哈，好，一熟发生在自己身上称为正报哈。我看一下先哈，杀生。OK，好，那这一个呢，哈，同学记得等流就是说我杀你，今生再被你杀回啊，这种是属于等流来的哈，exactly 一模一样的啊。但是啊，哈，我杀生，但是过后啊，杀生是嗔心啊，哈。过呢，待10年20年后，我得了重病啊，这个嗔心啊，令到我身体很糟糕啊。这个呢，是属于一熟了，它一熟不过是不跨世的，是今生的啊。好，来，这样我可以理清了。来，圣勇，来，什么问题？圣勇有请。所以我想问啊，好像有没有办法决定？如果好像我们做布施，有没有办法决定那个果报是今生收还是未来收？OK 哦，阿毗达没有讲清楚，我们有七个果报行。第一个呢，一定是今生受，今生不受就无效；第七个呢是来世才受，来世不受就无效。中间那五个尽未来际，然后呢要出现七个行路力，这七个跑出来的话，一定要是大所缘和极大所缘。那大所缘、极大所缘的创机够大，才可以产生这个功效。
啊，所以以巴战争这些是几大所源，然后呢，你去啊被开罚单可能会成为几大所源，啊，那么呢你中了大奖会几大所源，那么呢你大功臣哇好多最佳总理好欢喜是几大所源，这些才可以产生。所以你去啊，Discord 跑一个圈，看了很多东西呀，吃了些东西呀，东西一下昨天今天就忘记了啊，全部不构成，都不会造成。哦，所以好像如果做布施的话，我们就要让自己产生一个极大水银，才可以对，构成。它根基大啊，它才产生功效啊，的啊，所以呢，因此就是这个缘故，你都要掌握到，掌握什么呢？就是要掌握到它成为大根基大师，就是在于你本身布施的东西的对象，还有你自己的动机，你一定要心甘情愿的哦，你很，OK，想布好。施啊，你很想布施，然后过呢那个对象出来了哦，比如说啊，我想要试看，不要只是供养佛教，我想试试看一个大团体、大僧团这样啊。你有这样的心愿了，他就可能成为极大跟大所愿，因为他是你期待的，然后你给的很甘愿啊，这样子明白明白。哦，这样子哦，对，这佛知道啊，所有的那十种施啊，都不好的那种十种施哦，全部都不可以产生极大跟大所愿。啊，这样子哦，还记得吗？成佛之道里面嘛，哦，有八种不应施，那八种施全部都是属于啊不产生大根极大所缘哦，给大家知道一下了哈，因为这一些就牵涉到啊大家修行哦，找给大家看一下哦，是在五乘功法哦，成佛之道，OK，五乘，OK，在布施那一边的哈。它有十根，这几种全部不构成的哈。第三章无生功法，给我找出寄送来了哈。如果想问啊，好像是不是讲如果我做好事哦，就是不是持戒禅定啊，就是把全部最好是弄成极大所缘，然后把那些坏的，就是弄成不，就是没有这样显著的，所以对我们修行上是有帮助的。哎，是不过啊。这种恶的哦，你要把它，应该不到你去，等下我先解决这个先了哈。OK。我再回答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是蛮好的哦，很适合哈，拿来就是作为思考可以更深入哈。OK，我找寄送好了啊，成佛者，OK。这个了哈。我找寄送比较快啊，同学，你大概找寄送，这些布施全部不构成，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章、五乘，OK，好，来这里了哈。过后呢，就试一试，OK，好，今天是不同啊，这些啦，OK，那这边，物随自不报，求报即习先，悉天要明等啊，这些啦，同学，这几类布施你写下来了，哦，过后再去查哦。物随自不报，求报即习先，悉天要明等这些，这些的内容就是人家做你跟着做，或者是不好意思推脱或者是希望可以成名，或者是跟着习惯，或者是为了升天，这全部都是属于不能够产生大根极大所缘的这些这样子哦。那么呢，我先回答圣勇哦，圣勇其实啊。有些东西啊，未必你可以掌控得到，让它不成为啊，恶的大根极大所缘。你想看，如果你是以巴战争里面的人呢，他们呢，杀怎么虐待你的种族啊？哦，你知道吗？他们那种虐待产生强暴、截肢，再来杀害你怎么来原谅他，对不对？你很想，你要原谅啊，可能你不知道多久才来可以原谅得到他。如果你的家人牵涉在里边哦，所以圣勇这一些这样情况啊，一定要心里的创伤离开了，原谅了对方，才然后啊哦，才可以啊把它变成维系跟极维系所缘。如果否则的话，这个创伤太大哦，哇一下弹到你就整个火爆啊哦，就要丢原子弹哦，不可能把它变小的。可以了解吗，圣勇？所以呢，他是情况逼到你没有办法把这种恶的变成维系即维系啊，以巴就是，现在
弄一下他们停火的，因为大家都已经啊，哇，烧到那个眼睛哦，他们里面都知道不对的这样子，但是没有办法控制不住，哇，有权力的人也火遮眼，因为对方大家太离谱了啊，所以一般上啊都出现这个情形，因此被家暴的人呐、啊，哦，你要他在学校霸凌别人呐、啊，你要他同理人呐、啊，他其实他是感觉不到别人的痛苦的。哦啊，那我们学佛的话呢，就应该先治疗好自己先啊，过后啊，哦啊，就可以避免造大的业啊。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常讲正念，正念是重要的，因为你一开经常学习正念的人呢，哇，你的火出来，你知道哈啊，你先暂时啊让自己平息下来。有一个啊缅甸的总理叫乌嫩哦，这一位啊，他是啊缅甸前总理啊，你知道吗？然后啊，他很有趣哦。这个人呢，你看到你很喜欢他的哦，乌怒叫做哈乌怒啊，是吗？哈，Premier Myanmar 哈，啊，他啊每个啊那就这一位了啊，他每次啊缅甸前总理啊前的哈，他有参呃他有他有呃他有学佛的，他每段期间呢，他都会去禅修的。啊，禅修去确保自己无时无刻啊，哈啊，都是以慈心啊，哈，来处理国政。你看到吗？呢，看样子刚才出来的这个不像是成型人的，看到吗？啊，如果没有弄打错名字，那 Premier 是吗？哈，乌努是哦，啊，我记得有一个是胖胖的还是乌努啊？我打看，乌还是乌努？看来是乌努啊，前总理来的。也是这个我记得胖胖的那 Prime Minister 这样子，所以呢，这些经常啊，牵涉到做决定的人呐、啊，他的正念很重要不然的话会创办很厉害的OK，好，行了来，同学们再看一下这一个呢就完毕了，那我们再去到更进一步的内容了好啊，这个呢也是啊，生病作为愁苦一带度的自然情理之源啊，所以呢，我们通过掌控这一些，我们就可以啊让好掌控自然情理之源，就可以掌握得到我们的身心不过这些是可以掌握的一部分，有一些是掌握不到了果报啊、基因那些就没有办法掌握了。那这一些呢，其实啊跟你参道的人有关。它会产生共振的你参道的人啊喜欢布施持戒对吧修业会不会师傅经常讲叫你捐钱战争，捐钱战争，是不是听多了你会自己会去做布施，对不对就是这样造成的一样的，你遇到的人啊仇恨仇恨仇恨，你跟着仇恨的，所以这一些参的人很重要的好，来，我们接下来就冥色作为冥色的缘。来，请逐一读一读了根据情况，冥色以九种方式作为冥色的源，即增上源、俱生源、相互源、一子源、十源、根源、不相应源、有源及不离去源。增上源，其中增上源有两种，所执着与重视的所缘是名的所缘增上缘。四种俱生增上法是俱生名色的俱生增上缘。速读说明，所缘增上缘，于此缘作为缘法的所缘支配，取它为目标的名法，只有极为尊敬、真爱或渴望的所缘，才能成为此缘的缘法。事实上，此缘与所缘清一子缘相同，差别只是在于缘力稍微不同，后者拥有极有效能。使到心与心所升起之力，前者拥有极强吸引与支配该些名法之力，俱生增上缘。与此缘，缘法支配缘生法，陪同它升起。此缘的缘法是欲、精进、心与观四增上缘。见第七章节20，在任何时刻，只有它们当中之一能够作为增上缘。而且只发生在于塑形心，俱生的名色法是缘生法。好，感谢。来，同学可以消化重点了
师傅，我觉得刚才那个自然清衣紫园好像比较像是那个造作等流，哎，不是艺术果。哈，什么呀？再讲一遍。啊，等等因下，为，啊，等等等，没关系，注意，等他们先划重点先啊。OK，好，因为等一下我可能要往。哦，你讲那个等流一手应该是不需要 scroll 嘛，对不对？来，请讲，请讲，嗯，啊，请讲，一周一。因为刚刚我上网看了一下，就说。啊，怎如么样？果是一熟果包的话，就想这果包是一实一地一类而熟嘛。哦，可一是类而熟，嗯在这里自然清衣紫园，它比较像是在讲那个等流，叫做等流的方式，就讲叫做等流是说，可能你上一次的有的习气喜欢杀生，到下一次你还是喜欢杀生，哦是，OK，吗？好的，好的，但是所以它这边自然清衣紫园也是类似这样子，因为它讲的不是。他这边给的例子啦，不是讲好像果包型，他比较是讲以前的贪欲能够作为什么样的私心所而自然清衣紫园，所以听起来感觉上就是，比如说以前你喜欢，就是以前你的贪也是会造成现在的你喜欢去造作这一种与贪类相应的业，是，哦，所以所呢，以他呢就，OK，是比较像是造作等流啦，就感觉是。刚刚我的解释说这个是一手嘛，我也这样讲，我讲是一手嘛，是一手啊，刚才你是不是讲这个摸土是一手果包是吗？我刚刚啊，哦，等下呢，嗯刚刚诶，等下呢，一手啊，没有，我好像我讲等流对不对？啊，慎勇，刚刚师傅讲这种情况是末等流是不是？还是一手不是很清楚哎。，OK，好啊，现在是这样的啊，我大概懂卓一的意思了哈啊，那么呢就如果是说啊哈我们通常讲的因果对不对哈？等下呢，因果没有啊，刚我应该是讲这个是等流啊，一手嘛，我看先应该哦，是师傅，刚才你一开始两个都有讲到，然后过后你好对像对对，讲这个好像是摸土一手这样子，墨土一手啊，哦，我看这些呢，如还果是我是。听错可能？啊，对对，我看这些，如果是说啊，和如果是比如讲我们呢，之前有杀过生，那么现在啊会出现呐，和杀生的嗔恨心，那么造成我现在啊的嗔心，让我开始就是说也想再打人这样哈，这一个哦应该是等流，应该是等流来的哦，其他同学呢是听到我讲一手还是等流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口误的哈，OK。静云，静云听到是什么？我刚刚这样的案例，我是用等流还是一手啊？啊，美玲秀艳呢？有抄到是哪一个？师傅，刚才你两个都有讲到，等流还是一手？我这个情况，这种 circumstances。你刚才两个都有讲到哦，就好像刚才那个卓一讲的，但啊，是对后对。面那个 more on 哪一个方面我就没有听到。又听到了哈，等流对了，注意，好，OK，好，好。不过师傅，我想问啊，因为他那边自然清理里面他的 definition 啊，他是讲。过去的这个缘法是过去的名色法，然后它可以使到，就是它就是能够使到，就是之后会使到属于原生法的心与心所生起，这心与心所也是可以包括是果报心那些啦，所以就心是与它心。也是。哦，心与心所啊，可以包括果报心，心与心所，因为啊，果报心本身也是一种心来的，可以包括，可以。是，这样子，他这边给的 example 是摸土。可以讲是摸土塑形的时候嘛？这里，这里对不对？这里对不对？哦，不是，是不是，那个自然清衣紫园的，上面这个对不对？这个是吗？不是第三个第三个，这个对不对？这个是吗？啊，哦，他是给一。的例子啦，哦，OK，是的，那这边你看嘛，是，都是诗嘛，对，都是这样是。所以其实也是可以。也是可以，不是诗以外，就是讲果报型的也是可以。这样子的话，它其实也可以是一手，就是它也可以是一手果，也是等流果，只是看它给的是什么例子，然后可以这样子讲吗？应该是这样子讲，所以其实 by right 啊，我们如果 strictly 跟它的 definition 啊，它是这样就必须是这样的了。只是因为啊，我们在说明上啊，如果是完全跟这样啊，我们举不到更多实际的案例去理解它这样。
啊，你了解吗？卓一，其实我们举很多 example 不符合，完全符合它定义的，它的定义都只是那个心路那排心路来来去去来谈罢了的。那么维系我们举不到案例的。所以啊，卓一，如果是 strictly 按这边的 definition，你看，第一，他 focus 很清楚讲，他说是诗来的，这个诗作为经济资源，他说以前的贪欲，就以前我们贪心过，对不对？那么呢，到了现在哦，你要杀生，对不对？作为杀生的动机。所以呢，很明显只可以是死罢了，不可以活罢。这边的定义不能够，看到吗？呢，他讲吗？OK，以前我贪心过，那我起了贪欲心，把这个贪欲心 maybe 啊，就是我因为贪心我霸占了别人的东西，OK，然后过了啊，就一年之后，对不对？哎，我看到那个东西，我又想偷，这个偷也是跟贪欲有关，把这个贪欲给推溯到啊，是几年前我偷过东西啊，这个叫做自然经济资源，看到吗？那我可不可以给例子，就是说，就是好像之前我们就是旅行不入过程，就是讲我们知道贪欲心就是不善法，它会升起的是，就是还会导致的是不善果报心，这样它也算是一种自然清净资源吗？啊，不能啊，如果要用这个 definition 严格用自然清净资源是不能的啊，是为什么呢？哦，原因是因为啊，它啊第一你看到吗？这个是今生的，刚刚你讲的果报啊，又跨世了。第二呢，这边呢、啊，它是以前的贪欲，然后过往啊，它必须是死来的，看到吗？呢，他举案例看到以前的性质。为什么它必须是死呢？它 definition 没有讲一定是死啊。有啊，那有以后就是它的例子之前，它的 definition 是一切能够在往后有效的死到属于原生法的心与心所生起的过去名色法吗？OK 啊，如果是这样 ，OK， 我懂你意思了。你意思是讲，就是说，你再举一次你的案例，再举一次刚刚你讲的。就是我是很以就是心所的方式，好像这应该是在业果那一边啊。你讲，比如说，忘记了，就是比如说，八大善行里面其中一个善行，我们知道以他的业力，他是会之后他是一定是会招感的是善的。果报心还是啊善的大果报心，或者是善的无因心啊？OK， 我大概懂了。那注意你看一下哈，他说原法你发现是什么过去的名色了？如果是过去的名色的话，名法是就真的不限于思，心跟心所全部都可以。所以呢，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啊。对，所以还是可以是一种一俗，就是他直接从那个到果报。啊，如果他没有 strictly 讲的话，啊，就也是可以了。所以变到啊，他原法是所有的名色法，包括色法在里边。然后过呢，原生法是什么？原生法心与心所生起，看到吗？所以心与心所的话，基本上啊，心是可以包括果报心，也不只是果报了，连唯作心这些全部都可以了。啊，这样子哦，把他这边的案例啊，他通通 focus 用在思。你看他的案例是比较像是所谓的等流。照做等流的案例啦、啊、是就是以前的也是一样贪，现在也是一样照做贪相应的，因为那么多心所里面，所以你看唯有是思啊，是累积也的啊，因为我们很少讲啊、哦、我过去的贪欲而令到我现在照做的杀生偷盗邪淫等的欲心所或者受心所不打感的哦，因为那么多心所里面，只有思心所可以累积得到业，它可以作为啊以前贪欲把它累积下来，主要是思有累积业的 definition 的关系，所以变到啊，它在这个 sentence 就很适合。你看、啊，如果你放啊等想或等处不大刚的，等作业好像不大刚的啊，放思就比较刚，所以它案例会出现都放思，原因就是这样的。把你的 example 可以、啊。果报心可以，唯作心也可以、哦啊、真正要符的话，应该看这一边了，不是看案例了。OK， 好，谢师傅。好，可以哈、哦。好、啊、刚刚那个应该还没有画完的同学哈、哦，来啊，巨神这一边呢，好、哦，请画一画哈、哦。啊，苏月话我可以 Zoom 举手了，苏月好。
好了哈，来，我们开始哦。好，这边就是所谓的真善缘，让我们看一下。好，其实呢，一按照这里的定义的话，哦，之前我们用啊，对于念佛的人的阿弥陀佛啊，还有呢，对于啊妈妈她的女儿女啊，巴勒斯坦人呢、啊，以色列人的土地呀、啊，其实这一边呢、啊、会更符合。不过因为这边有提到尊敬，应该也是了。以巴战争土地，土地是他们尊敬，是他们可爱，是他们真爱的。所以刚刚的案例啊，其实用这个所缘真善缘是更加适合哦。就是比起啊，他有讲这个跟所缘清一子缘是相同，差别在缘力罢了哦。所以呢，在这边来讲啊，他的 definition 看得出是比这一个是更强。这样子哦，他讲后者拥有既有效能，使到心与心所升起之力，OK，符合啦。前者极强吸引及支配该些明法之力，所以他说后面呢，就是所谓的这一个所谓的所缘真善缘哦，他说有效使到心跟心所升起。啊，前者的话，极强的吸引力支配这一些哦，其实两个都差不多一样，只是后面那个是指他吸引。前面那个是指它有那个力量，那个力差不多一样了，好啊。所以呢，这一个案例啊，我们可以用回之前的案例。同学，这一个哈啊，所缘真善缘的案例，可以用回之前哦，我们举的那些案例了，好。好了，我们就看具生真善缘哦，于此缘哦，缘法支配缘生法啊，陪同它升起哦。啊，过我们再看，他说此缘的缘法是欲精进。心一观是真善缘，然后呢，只发生在速习心识的条件。那同学看一下，什么叫具生真善缘啊？这个要回到去心与心说哈。好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哈。啊，同学，这个你要画一画这样的图了。这个我们随便画一个图，因为它要在塑形里边，但是我们这个不能够成为塑形形，这个案例不够好了啊，只是大概罢了哈。好，来，同学们看一下哈。好，这一边呢哈，他提到什么？他说啊哈，缘法支配缘生法，陪他升起。缘法是欲精进心跟观啊，同学就是指这边，缘法是欲。来，这里欲啊，欲没有了啊，精进啊有了啊，然后呢，心是一经心来的，观是慧心所，意思就是说啊，哦，举例哦，同学这个一门转向心不能够这边把它放成八大善心了，放成八大善心，那么呢，这一些啊，他们两个是作为缘法，其他全部叫做缘生法，这个肯定是可以帮到什么？他说陪同他升起，看到吗？他说缘法。支配他，陪同让他升起，所以呢，意思就是讲啊，其实啊，在阿毗达摩，我们经常啊，通常是强调说，所有心跟心所的关系是心所呢，就是大乘心，这个是心，全部心所陪同他升起。不过在这边所谓的具生缘，意思就是讲啊，其他所有的这些陪同这几个，因为这几个啊，应该是比较 powerful 的关系，然后呢，是在塑形的时候升起，看到吗？他说："任何时刻都可以成为真善缘，这样子看到吗？哦，所以具生的名色法哦是缘生法，具生的名色法是哪一些？同学，这一些就是了。你看其他的那一些，还有包括主的这一个啊，都叫做就是它的缘生法了。那这个关系就是它是指这一些哦啊，这个精进还有一精心缘法哦。"他会让他们呢跟他一起升起，在塑形的时候了哦。我看一下写呢，为什么特别指这几个哈？啊，等看到一般上啊，其实我们讲塑形心啊，最 powerful 是实心说啊。这个具生真善缘啊，它却用到精进、一精心、欲心跟观是真善缘哦。我知道了，同学主要是回到去那个定义什么欲情心观，还记得吗？哦，在啊佛法里面呢有提到啊，就是说。我们呢，在就是37菩提分里面呢，哈，有这四有四正情，过呢有四神主，四神主就是四个来的，啊，欲情心观哦，所谓的四神主就是这四个心所本身的具备哦，它才可以让到神通引发得到，
哦，同学可以写下来了。为什么会这四个，而且在精进心说？因为神通的引发需要靠这四个心说。所以呢，这个第七章这一边呢，主要是特别谈的这四个所以的这个具身真善缘就跟四神主有关系。同学可以写一写了，四神主有关。所以为什么会特别标明欲勤行观，原因就在这里了和四神主有关哦。这四个特别标明了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接下来还有就是具身缘，还有就是相互缘，还有依止缘、实缘、根缘还有牌。OK，好，然后呢，才到概念法了。过才到概念法概念法完了的话才开始就是第九章这样好，来，同学们看一看还可以再上一点点。我看都是不要了，因为我肚子饿了，我要吃饭了，很早吃早餐的关系好来，我先简单做个宣传呢。来，同学，我们在12月头的时候同学看一看我们在十二月头开始，每个月有四个礼拜。那么呢，在前2个礼拜天，2点到3点半上法聚精了十二月开始那么呢，鼓励同学可以来试听试听一堂过呢，再试听到8堂。课就继续下去，不适合的话可以随时退出。法聚经了法聚经在南传比较流行，其实南北传都有翻译那么呢，它里面的典故有蛮多典故跟它一起，都是简单的词句但是它蛮深的含义。有谁还想要试听的吗？还没有报名的，想要试听的有没有？旁听的有吗？有没有还想试听的？OK，我们大概好像找到25位了啦，蛮不错下包括试听跟正式生同学可以作为跟别人讲啦这样子那么呢，我们内部还没有招生完，内部招生完过后才出海报，才对外部招生这样啦好，来，我们就进行回向啦。同学开麦，请合掌，愿意。